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百灵爱透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五番棋的第一盘棋。那这盘棋，是谁先走的？这盘棋是周瑞阳对阵陈耀烨。陈耀烨。那周瑞阳呢？其实我想我们棋迷朋友们都比较熟悉了，因为他在近几年吧，一直有保持咱们中国等级分第一的这样的称号。好像还是时间还蛮长的哈。对。但是他在这个世界比赛当中呢，还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啊，也就是没拿过大赛冠军是吧？对，世界大赛的冠军没有拿过，但国内的冠军有拿过。对，然后我们棋院呢是有这样的，就是中国棋院有这样的规定，世界大赛的冠军呢会授予这个九段称号，所以在这个打进决赛的时候，周瑞阳还只是五段啊，可以直升啊。对，如果是拿到世界冠军或者是两个这个世界亚军呢，都可以直升九段，这是也是我们中国棋院为了鼓励我们棋手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陈耀烨呢，他的对手陈耀烨也是成名非常早的这个棋手，是在2006年就进入到 LG 杯决赛的亚军，然后2007年呢又获得这亚洲杯快棋赛的亚军，这样呢他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授予九段了啊。陈耀烨还是非常帅啊，我看那个照片哈。对，他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还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最年轻的，大概他只有17岁半，当时最年轻的九段。那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个不算年轻了，因为他是89年，那像周瑞阳呢他是91年的。对。周瑞阳就比他更年轻一些了。他更年轻。那这个百灵爱透杯，其实我也参加了他的预选赛了，到北京在去年的3月份。那第一个对手就是碰到了这个周鹤阳九段。周鹤阳九段。所以向周鹤阳九段学习了一盘。这个百灵爱透杯是我们国家就是说举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世界大赛。对，今年好像是首届哈。对，第一届是去年进行的预选赛。今年是决赛。对。那冠军是奖金高达180万人民币，非常高的奖金。好像总奖金好像现在排第一吧。对， 是我们国家这个世界大赛的当中这个奖金最高的这个赛事。亚军也可以得到60万。60万。好像四强败了也有20万。对，就是进入到64强的话也有钱，也有每对局费也有2万块钱。对。所以这样的比赛是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的。对，高手参加都挺多。那我们先来看，黑棋是黑棋是周瑞阳九段，对，周瑞阳。白棋是陈耀，周瑞阳五段，这个时候还是五段啊。对啊，剧透。那陈耀烨白棋是陈耀烨是九段，那这个时候白棋是啊，今天介绍的是第一盘棋啊。第一盘棋是陈耀烨是走的是小目。黑棋，白棋也是对象小目啊，走了一个象小目。哦，黑棋是中国流。嗯，这中国流今年和去年都非常的常见啊，就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常见。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的这个陈祖德九段，他采用这个中国流战胜日本九段开始，那就一直在我们现代呢还是棋手非常喜欢的一种布局。久盛不衰啊。对。可以说是攻守兼备的一个非常好的阵势。对。那现在白棋是白棋稳健啊。收脚。这盘棋好像开局的时候大家好像都是很稳健啊。都是各自手脚。接下来白棋这里这个是周瑞阳是白棋，第一盘是周瑞阳应该是白棋啊，周瑞阳是白棋。对对啊，刚才介绍的有不正确的地方，就是说周瑞阳是白棋，陈耀烨是黑棋。陈耀烨黑棋。对，然后这个时候
让黑棋就黑棋是就非常稳健的手脚了啊。对，这白棋它不直接进来哈，直接进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它现在就进来的话被这个黑棋马上进行飞攻，这也是白棋他不愿意接受的。嗯，哎，就是稍显局促哈。对，这是个基本的，对，基本的定型。嗯，这个时候进来，当时这个，对，这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定型，嗯，局部比较常见的定型。对，这个，嗯，然后黑棋，对，冲一个，对，挡上，然后尖。然后这里是要先、嗯、要先拖一下是吗？对对对，要先拖、嗯。如果直接粘上的话，被黑棋在这里小尖这块棋就没有眼，就说没有局部安定啊，将来还要往外边逃，所以这是白棋不能接受的。白棋先拖一下，这个局部就是活棋了。对。嗯，然后黑棋在白棋再粘上，嗯。我想这是白棋还是不肯走上这种平常的对棋形，想要寻求一些变化吧。对，嗯，因为上边这个白棋的配合非常好，下边黑棋呢可以拆过了。对，嗯，黑棋整体配置啊都不错。对，好，这是不满意，而且这个棋本身黑棋上面多了一手手脚啊，就是进来更加的不容易了。嗯，他还是不希望对黑棋在这一带形成好的配合。嗯，那所以白棋选择从外面挂哈。对，这也是一种比较从容的下法吧。对，嗯，整体的这个趋向还是比较从容的。对，因为这边白棋的配合也是比较满意的。嗯，接下来黑棋选择一边高挂。先高挂，嗯，高挂以后，白棋选择这个，也是高加，这个好像是加的比较紧一些啊。对，比较紧凑，那也是考虑到下方白棋自己阵势的配合，这个时候一般还是要选择这样的这个加击，无论是一间，或者是二间呢，这个方向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大方向，嗯、因为这边是白棋的子啊，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子效哈。对，而且这种形成一种看下边就是白茫茫的一片这样的感觉，嗯。但是锦家，我下的时候好像锦家了以后，人家将来强大了以后，这个子儿是不是离人比较近呢？我就有这种担心。嗯，它是比较紧凑的一种攻击方法，因为现在它是强调对这个黑子的攻击，对，压力比较大。嗯，黑棋跳出来，白棋跳，然后黑棋飞，对，黑棋飞在这儿，飞这棋不害怕是吧？嗯，黑棋飞也是希望把白棋压低，对。自己出头的同时呢，白棋如果在下方硬的话，那我想他也是呼应自己这个上方自己的阵势。对对，嗯，远远的呼应啊。嗯，当然这时候朱瑞阳下的也比较稳健啊，他就、这样暂时忍了。我可能都不太愿意忍，我觉得不是压低路哈。但他这个时候选择其他的下法呢，这样的这个。我想黑棋索性也就常让白棋在下面爬，所以这个时候也对，还是这样柔软的硬一下。嗯，然后黑棋就拖脚了，先拖一下，感觉好像是黑棋这儿压一下，然后这又拖一下，感觉挺潇洒的这个棋。这个时候黑棋是反加过来了，对，反加了。一般就是先手交换一下哈，然后就加过来。对，他这个没有去退这个保留呢，也是看这一代白棋的应手啊，因为这一代黑棋如果说这一代有子的话，他就不会去粘了，他将来就是保留有这样的变化。
根据情况，或者是还有顶啊，一些棋，根据这个白棋在这边的应法来选择下法。嗯，白棋这时候也不能吃，因为吃黑棋加了之后，我在角上还是有下力的手段。对，如果你把这个子提掉，我就可以联络了。嗯，啊、这个子就失去用处了哈。对，所以他先保留这一带的下法，然后白棋也是。啊，非常常见的出头方法，小尖出来，尖出来，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退，他选择的是顶，他直接顶了，嗯，顶这一手就是为了防止白棋底下有什么手段吗？嗯，他也是看白棋，如果说是啊，看你怎么补，对，他如果是粘的话，他也是连扳、啊，如果这一带有子的话，黑棋就是有。联络了、啊、就是跟这个子联络、嗯、那白棋这个时候是虎了，虎了一个、啊、就是很有弹性的一手啊、嗯、对，虎了以后这个棋啊，他还是依然选择连扳，还是依然选择的，嗯，这个我不太懂，我说这个棋就是想要补棋这样补一手不行吗？嗯，这样补他、嗯、好像没有什么，可能还会打一下，还是打一下，然后有可能白棋就阻度 了、对，白棋就阻度了，那他走在这儿呢，就是说你现在去吃这颗白子，吃这颗白子的话呢，这个白棋他可以打到这一下、嗯、那他现在连扳，如果你放弃这个子，不要这个黑子啊，真是，然后你去阻度的话，这个时候黑棋反而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下，哦，可以打到一下，嗯，这也是双方比较细腻的地方、啊、嗯，对，那实战呢，白棋也是打了，然后粘上，这黑棋连扳这手要强调这个打一下白棋的，对上方的眼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嗯，响，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把这个吃掉了，先爬一下，哎，对，爬了一下，黑棋打，嗯，然后白棋再打吃掉，对，这样呢，脚上黑棋是损失了一些目数，但是呢，在这个边上呢，黑棋可以取得联络。嗯、对，他已经联络了。对，那就剩白棋自己往外跑。嗯，然后白棋飞压，压过来。嗯，白棋这样的下法也是可以满意，这样跟下方的这个子力配合的非常的好。对，嗯，这个。互相呼应，嗯，黑棋到这里来，嗯，尖冲了一下，这个尖冲好像颇有深意啊。对，看起来应该是能够起到这个引征的作用，因为这一带它还是瞄着冲断、啊，但是这个时候也其实也可以考虑直接的就冲断，哦、对。这样白棋也是会退一个，嗯，那这个棋黑棋就也必须得退、嗯、黑棋就可以藏起来，这样跟白棋作战，那这一带下边还是有弱点，虽然说这个白棋可以用这样的手段去分段黑棋，但是黑棋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怕、嗯，黑棋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飞出来进行战斗，嗯，毕竟这个棋头还在外边啊，对，当然这个是黑棋可能会引起战斗的一种这个下法，我想黑棋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被分段吧，他先去尖冲了一下，嗯，先冲，然后再来冲断，对，然后再来断，嗯，这样白棋长的时候，黑棋就把这个下边补，哎，他强调的是这个哈、哦，对，补掉了、这个，这样局部这个白棋已经争不掉黑棋了，这颗子就起到了引争的作用，对，嗯。白棋争不掉也是硬打他出来哈、哦，要把他这个对、这个
头它的方向要白棋尽量的争正面出头，对，嗯，然后黑棋又压了一手，对，黑棋不能拐，这时候拐还被连扳一哎下，特呦，别难受，这嗯，个没法下，所以它也，它那，在这儿，白棋只好退回，嗯，白棋退，然后黑棋选择了一个，嗯。黑棋如果走在这儿，它也是被担心被这样，这个讨厌黑哈，棋的形状也不是很好受，嗯。嗯，所以这个下法呢，但是走在这儿被白棋一靠，总感觉这嗯，个形儿被人家，被压在里边的感觉，这黑对，棋，嗯，这个黑棋还得退回来连接。对。那白棋就长了啊，这头在嗯，前面总是舒服的。这样继续继续白棋长，上，然后黑棋飞出。嗯，飞出头，白棋跳，对，黑棋继续的出看头，黑棋直接出头，对，走成这样，这个棋怎么感觉？黑棋被压在里面，黑棋被压嗯。在里面，然后白棋搬了，对，白棋是把这个自己的看成是一个外势呢，哈。嗯，对，应该说白棋还是觉得自己这块棋没有，就是说太严重的弱点，因为这个时候按照正常的讲，这个如果想补断的话，在这里后势的补一手也是这个棋形就没可有以任何考虑，毛但病，是这个下边他可能担心被这个黑棋压迫补后啊，对，嗯。白棋这也许白是把棋，自己看成对，这个比较厚实的棋对，了，呵呵，反所正以我没有不去怕，补。我不怕，我先抢一手再说哈，对，这个目数上冲，和这个双方的厚薄上还是差很多的。很大，然后黑棋搬。嗯，白棋就把这个子打吃了，对，这样白棋下边这个实控就增加了不少，而且厚实了又很多。厚又嗯。多。那这棋要是黑棋，再往外跑就没法下了，是吧？被人家拿了这么多，然后联嗯，络那是不太砍哈。那对，是，但是这个棋如果说，这样的稳健一点，稳健一点。那我想嗯，白棋可能也稳健的补一补吧。白棋有可能会抢上面了，继续想，对，有可能，嗯，实战这个棋，黑棋就来动手对，了，黑棋，抓住这个白棋。觉得中央白棋这个还是有弱点、有断点对，的，嗯。你当时后视，我当时不出棋啊，这个陈耀烨他也有一个小绰号啊，叫这个小强，就是下棋。确对。实，他的棋我看基本上有对方有断点的、有这个弱点的时候，他就会牢牢的抓住，对，一定嗯，会冲击你啊，对，战斗欲望比较旺盛，也来了，对。也来这个时候马上就断掉这个白棋中了。间，我嗯，要是下这个棋，被人家断在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虚了，这个 感觉这个棋很危险。嗯，白棋，这个棋中间因为子类也比较多，那周睿阳可能也不是很怕，所以也没有在中央补棋，在下边去拔这个。对，那他现在他也是肯定有应对的方法，嗯，跳家，对。黑棋这个打吃，嗯，长，然后嗯，粘长上，棋，这，白棋长非出常来，强硬啊，都，嗯，黑棋对，黑棋联络，就联络小尖，这不是这个棋看着，如果这白棋没有办法把人切断，那不是很危险吗，杨老师？对，这时候我们看起来，如果说黑棋能够中间这块逃出来的话，白棋已经被一分为二了。对呀，嗯，一看分起为来二。白棋有点危险，但是周日阳他还是有所准备的。这个时候在这里虚虚的一夹，对，嗯，虚夹一手，虚加一手，看你怎么出去啊！嗯，利用你出去的时候，我就借对，黑机棋给要出撞去得开。撞，得对，都要撞，撞后嗯，哈。对，那白棋希望他把自己撞后，那黑棋就选择这个靠，靠。对。也大概是只有靠这种吧，是不是？嗯，像这样的尖呢，
有点下不出手，这被尝一下，他还得团在这儿。嗯，这个黑棋的这个形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对，而且气就马上就绷得很紧。对对，白棋还在这一带有先手，所以他对他就这样靠住了。这个棋要气一旦紧了，是哇什么的，对，一顿收气。嗯，那这个棋靠的话，白棋就哇一个。对，白棋应该是坚不住了。坚不住哈。嗯。如果这个棋，如果尖，它就粘上。哦，粘上。然后这个地方它可以再尖一下，这个手这又断了，各种断哈。对。对，那实战也是只能选择挖一个。对。啊，打吃。粘住。粘住。可以接上。哦，接上。黑棋粘这个。对，白棋拔掉，拔掉，这样呢，黑棋就可以跳出来。现在应该看起来黑棋已经达到成功的将白棋一分为二的这样的目的。嗯，这个棋看起来还蛮危险的呀。对，白棋这块棋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呀，这里将来冲了，然后刺了，这看着好像蛮危险。嗯，这个时候呢，白棋是下出了。这个突围的妙手啊，实战当中的这个妙手啊，在这里一挖，不是直接这个，对，直接冲的话，直接冲虽然暂时能够出去，但是黑棋在这里边加啊，对黑棋也没有什么威胁，好像对这个挖是带着黑棋这块棋呢，对对、嗯，而且你就出来了，这个对前面也没有路，对呀、啊，都是黑棋进的，对，啊这个是妙手，嗯，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是吃在这儿，那白棋这个时候再尝，这个尝出来，对，这边我要尖封住，这边要尝出来，黑棋有两个断点，嗯。所以黑棋也没有办法，然后从这边吃。这步啊，是不是从这里边就瞄好了的，是吧？嗯，照这一手大概就是。对，我想他不怕这个白棋不怕黑棋中间这个断，去走下边没有在中央补棋，他也是认为中央的这个棋他比较容易处理。嗯。那这棋挖完了，白棋就断了，对。嗯。黑棋就也只能从后面推出来啊，冲出来，冲，嗯，长，过来，然后白棋就把这个子夹住，对，跑出来了，对，夹住之后呢，白棋这个里边断掉黑棋，这边有扳呢，这边有吃，这是非常严厉的，嗯，而且上边呢，他还。瞄着封住这个，黑棋。现在看黑棋怎么处理。对，黑棋还是得补下边。对，黑棋，不肯直接接哈。对，接效率太低了，他实战是扳了一下，对他还是这个补棋的同时呢，还补强自己的同时还这个对威胁白棋，对白棋有威胁，嗯。白棋从下面扳过。白棋扳。然后黑棋就长。嗯。黑棋长，这个长了以后，白棋这招，非常的凶狠的，看着要吃的样子。这尖了这个黑棋怎么办呢？黑棋看起来要被吃掉了。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是粘上的话。然后这个对，他可以走在这儿，看着还是挺难受的。如果黑棋现在去搬这个，他挡住粘上的话，粘上大概不行，人就硬来了吧，可能是。如果说是往前冲的话呢，他断这个白棋断点少，那可能他如果是粘上的话。那就挡上了。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没有杀气，没办法杀吧？这跟谁杀呀？他得
这个时候他可以搬。搬。嗯。那白棋怎么办？白棋就断掉。对，白棋断。白棋断，然后黑棋再断在这儿。哦，断在这儿。嗯。断在这儿呢，我就把这个吃掉算了。能吃住我吗？你如果吃在这儿的话，它可以断。它可以断一下，断在这儿，挺复杂的哈。对，如果你现在是去尝这个的话，啊，那他白棋在这儿一吃，黑棋可以在这儿吃，然后你摘上我先冲断，给搂打。哎呦，这个搂打，这个黑白棋的气很危险，很危险。嗯，他如果是吃在这儿呢，这一打是不是也出来了？嗯，这一打就出来了。对，嗯。那他，我估计他顽强的下法可能还有一些，但是这个外边，黑棋也是有顾虑哈，也都对，黑棋还是有出来的这个可能性，啊，有出来的可能性，嗯，他没接，他交换了两手，他先拐一个，哦，对，他先拐这个下边哈，对，就说这个地方还是。对，先下边威胁白棋，先威胁白棋，嗯，然后拖了一个，对，白棋退，啊，白棋退，对，就退了以后啊，然后他接上，嗯，白棋飞阵，看起来黑棋有点危险，嗯。看着挺好，然后他就搬出来。嗯，他并没有接啊，哦，这个黑棋到这里点。哦，这个点也是出逃的这个妙手。嗯。啊，这个点大概这个黑棋就跑出去了，是吧？对，他这个接在这儿，挡上白棋有这个比较顽强的，可以先打一下吧。啊，可以，可以先打一下。打这个。它长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接上。啊，对，反正你吃不掉我这两个子。对你搬我断，然后这样就可能形成杀气。它白棋，白棋比较复杂，这个变化是比较复杂。那实战它先点一下。对。先点一下也是考验白棋的这个。神经啊，对，这时候如果说白棋这样粘上，它再断，这刚才就是我就可以打到了，啊，对，然后如果说虎的话，这时候它肯定不能吃在这儿，这样被打一下，然后冲断这搂打，嗯，就气太紧了。它如果是虎在这儿，然后这个时候它再长，嗯。搬，然后再断，嗯，这样，那搬了可能就跑出来了，他只好吃，吃这个棋，对，他可以先吃一下再吃，对，要不然被搬直接搬出来了，这样这个变化是。比较复杂，他搬，然后白棋断，这个黑棋断打滚打。哦，对，他可以滚打，提掉。只能提。打粘。哦，这个白棋大概要不行了。对，这白棋上面气紧，然后这里还有跑。对，还有跑。对，这个不行。对于白棋来说，成功的这个，成功吃中间的这个黑棋，还是没有把握的。对，没有成算这棋。周瑞阳，我想他对这样的计算肯定是比较清晰的。那实战呢，他好像是没有选择强杀。对。没有选择强杀黑棋，那看中间两个人下的是。可以说是妙手啊，妙手迭出。这个像这个白棋的挖，和这个黑棋成功的这个脱逃的这种点啊，
非常的犀利啊！啊，让我们看到这个高手的风范啊，高手腾挪的这样的妙手迭出的这样的手段哈、啊。嗯，白棋就算了哈、啊。嗯，白棋就把这个吃掉了，逃出去了。对，黑棋这样就可以成功的跑出来了。黑棋逃了呢，这棋黑棋是不是挺便宜的？对，黑棋现在如果说逃出来的话，总可以说他松了一口气啊。对，嗯。而且这白棋还得跑吧？对，中间的白棋还有不安定的因素，白棋跑了一手啊。对。然后黑棋打吃。嗯，打吃，白棋选择没有粘上啊，白棋直接反打一下。对，这个棋粘上白棋有点痛苦 啊，这个棋形不好啊，所以他还选择反打提掉。啊，提掉，然后他把自己先捞。啊，这个时候、哦、这里是不是还留个劫？对，这个劫黑棋是不敢轻易开的。这个劫如果说去开劫被白棋提掉的话、哦、这中间基本上还要再去逃，所以这个提基本成为先手了，所以对于黑棋来说负担也非常重，所以黑棋也不会轻易去开这个劫。嗯，白棋接上，然后黑棋就转到下面把这个挡住啊，毕竟这个黑棋还没有活啊，如果被人家断的话是吧？对，他挡的时候也是在威胁白棋，白棋下边也没活啊，白棋也没活。对，白棋也没活，这个简单一飞就死哈。对，嗯，所以白棋还有补棋啊，白棋补之前先到这里来便宜一下，先打，嗯，打黑棋提，然后白棋啊冲一下，找个劫材。我再提回来，对，再提回来。那黑棋还粘上，这个被提掉的话，基本上下这里面就死掉了。嗯。然后白棋选择尖回来，选择补活。补活。黑棋继续搬粘搜刮。对，他这个威胁白棋的眼位，同时呢，自己下边也确保一只眼。确保一只眼。白棋没有先补，没有先补，白棋选择这里先交换。哦，对，这里交换它是为了威胁这个整体黑棋的这个眼位吗？对，这个应该是有这个先手的味道，啊、这个打了一下，然后白棋在这里一靠，哎、封住了。对，先把自己的空围住了。如果黑棋在这里脱先，那白棋这个一挤，下边你打了粘，他白棋粘上只有一只眼，万三，那上边这个黑棋的死活似乎就出现大问题了。问题了，嗯，啊，这问题。所以实战呢，黑棋也是稳健，就老老实实的，把眼这个做完整了。对，做完整。然后白棋回过头来补，对，回过头来补上，嗯，啊，白棋自己也活掉了。这个局部下完了，然后黑棋选择在这儿开劫呢。对，这个开劫看起来有一点这个在劫材方面计算失误，嗯，因为这个劫要想打赢的话，确实也得找。相当大，嗯，对，就刚才说的，对于黑棋来说负担也比较重，对，就被人连抓了也，嗯，对，这个打劫这也打不了，这其实如果被人抓了这中间怎么办呢，嗯，这不是要死了吗，上哪儿找那么大的劫材，对，嗯，但所以还不如不走这个地方，嗯，对，就是在外面补一补也是好的吧，对，他实战这个我想他是在劫材方面有点误算，陈耀义在劫材方面，啊，嗯，然后白棋黑棋在这冲了，这是劫材啊，对，先冲，对，本身棋啊，对，本身棋，白棋提劫，然后提啊，黑棋提劫，嗯，这个时候白棋在这儿找挤这个劫材，嗯，本身劫，本身劫，对，这有没有可能抓掉他？
抓掉也蛮大的，我感觉。对，抓掉也是一种选择吧。那白棋把这个吃掉，嗯，这样黑棋再补回来。对，哎，这感觉好像是这样的目数，好像是黑棋好。嗯，对，这个，从目数来讲，黑棋是在一定的优势的。嗯。但这个棋，因为这一带还是很比较空旷，都有打入的手段。嗯。所以离胜负还说胜负还是唯此过早，对。那这个黑棋就选择硬劫了。黑棋选择吃，然后这个棋白棋提回来的是黑棋只能接上，对，这个，他没有合适的劫材。那这个不是损了吗？对，这个打劫就是说当初还不如不去选择这个 打，反而给白棋送眼了。对，然后黑棋这地方黑棋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小失误哈，嗯，然后黑棋选择定，对，把这个角补结实了，同时威胁白棋，白棋又跳补了，对，因为这里面有冲断，对，然后黑棋补补上。这个围的也挺大的，在现在在实控上黑棋还可以，应该实控黑棋还是占优的。对，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一都围上，那这棋太大了，白棋也选择直接就进来了，白棋选择直接拖。对，白棋选择的这个下法呀，它不是这个在角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时候是断啊，嗯。如果说想在角上求活的话，嗯，那么扳呀，或者这种扳呢，这是我们常用的手段。但实战呢，周瑞阳他是结合呀中央这块黑棋还没有安定啊，所以他选择的是断在这里啊，我还要威胁中央的这块棋。对。希望这个在上边白棋有一些借用，然后威胁中央这个黑棋没有安定，就不是说我简单的活个小角就完事儿哈。对，那这棋一断呢，黑棋就单长，对，长，单长，白棋打吃，黑棋长出来，嗯，对。好，白棋再压啊，这个压力好像越来越大了，黑棋啊。对。黑棋粘上。黑棋粘上。哦，黑棋也是不肯退让啊，不肯退让，这个角我都要拿掉。那，这个时候没法脱先，如果脱先的话，这个被白棋在这里一立。漏了。在这里一立啊，这我要扳，这要冲啊，所以这个黑棋也没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时候顽强只能粘上。站上，那看白棋有什么攻击手段吧。对，白棋是到这儿来，对，威胁黑棋了。威胁黑棋了。黑棋好像这个有一条小窄缝啊，一条小窄缝，黑棋就拐。白棋就费力。这高手下的棋总是这个。像在悬崖边上似的，总是很危险感觉啊。这个就是在拼这个计算啊，黑棋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他这样一跳啊，白棋也是没有办法吃住黑棋的。对，这样。然后他就简单的冲出来了，冲就回家了。对，冲。但白棋呢，这儿有先手，白棋这个退是先手，对，退先手，你这个黑棋要补棋，黑棋补，白棋在角上寻求手段，立了一个吧，这个棋是立在这儿，没有，哦，这个棋黑棋还非常巧妙的拆很长的时候，他这里先，这是先手全立，这个现在还没有。对，然后白棋得国棋，然后他再补上，比较细致的这个次序啊。然后白棋
夏利。哎，这夏利这个杀气什么情况？夏利是希望在这一代有更多的借用啊，就不是说也能、如果就简单的拐的话，那黑棋就补一补回来。那么在这一代呢，白棋的这个作为就比较少。嗯，这离人家也挺远的哈。对，希望在这一代有更多的借用吧，对，努力下来。对，那啊，然后白棋这个跳也是非常巧妙的一步棋。嗯，正常看着好像都是这个哈。对，但是人家一搬就都搬过了、是不是？倒是搬不过，这个白棋可以连搬。哦，可以连搬。对，黑棋打吃。嗯。白棋粘上啊。哦，粘上。这个时候黑棋粘。粘。哦，白棋这个。如果吃的话，它可以掐打，对啊，可以掐打，嗯，对，是可以掐打过，嗯，啊、那这个虎就不太好了，对对，所以白棋选择跳，嗯，这步棋比较巧妙的一手棋，脚上依然有借用，对、啊，而且比较柔和啊，这棋你还得管我，你不管我还是不行的，对，所以黑棋又顶了，白棋闭棋，对，白棋搬啊，这个。收官的时候呢，二路搬的非常舒服的啊。嗯，他的这个不光收官，他还有这个先手利用。对，威胁你，你必须要紧我的气啊，必须要紧我的气。嗯、白棋虎。虎。嗯。哎呀，这个这里还得补。对，啊、不然的话，脚上他可以跳在这儿，先长气。先长气。嗯。啊。那这个尖岂不是就是？底下对先手、啊、等于先手，所以这也是当初他白棋立啊，希望在这一代有借用这样的目的达到了。对，非常妙啊，这手立啊。那白棋对冲，在下边施展手段，对搬，然后这个不敢断哈，对断被打一下，然后再一虎这个。没法杀气，对，收气不行，所以只好委屈的下力、被白棋粘，被粘，嗯，被白棋刮掉了不少啊。是，但是其实现在目数上呢，还是比较细微的，啊、嗯，比较细微，对，冲，这都没有办法。然后，白棋继续冲了吗？没有，白棋选择、断，先手威胁这块黑棋，对，要求你做活给我看哈。对，这个时候黑棋是做活，做活，嗯，然后白棋对先手利用，先打，黑棋打，白棋再长一个，对，对，然后拐下，对，翻，打吃。粘上，啊，黑棋粘上以后啊，白棋啊选择在这里面压，啊、没有接哈，啊，对，这个官子是有点小，有点小，这边白棋得黑棋白棋得补棋、哦，因为这一带这个都是先手威胁他的眼位、如果不补的话，这个被打，然后提再一冲、哦，这个棋就出毛病了，出毛病，对。嗯，所以他得补棋，对，所以他先威胁黑棋做活以后啊，就把自己的毛病补上了。嗯，让黑棋选择小尖，嗯，小尖，希望这个地方有先手。哦、然后白棋啊，白棋点在这儿，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棋、啊嗯？对，这应该是官子便宜的一步好棋啊，官子妙手。但这个时候黑棋的应法是。有失误，可以说也影响了直接这盘棋的胜负。哦、黑棋的败招出现了，哦、黑棋这个时候就应该简单的在这里这个单夹住，单吃住白棋、哦住。实战呢，他是做了这个两个交换，他这两个交换的这个遗留的问题就非常大了。实战就被白棋能爬到。我们看他先交换了。交换，然后呢？
然后再回来，再加，这样白棋不是简单在这里粘了，而是可以在这里爬着来补棋，这样黑棋的目数就亏太多了。嗯，如果说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嗯，那白棋是不敢这么下的。你爬的时候，黑棋可以先冲断白棋，嗯，然后在这里边打一下。这样呢，黑棋白棋粘上呢，黑棋再吃回来。这样的区别就是说，在这一带呀，黑棋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接不归了。对，啊，那这个打交换，白棋刚才这棋被粘上。嗯，如果说这两个手棋啊做了这个交换之后呢，你再想去冲断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个时候被白棋一长冲接再一冲，哦，这下面有一串的接不归啊。黑棋度过，黑棋度过，白棋这个时候扑，对，扑，他可以先冲一下，先冲制造这个断点，然后你挡住的时候，我再扑，对，然后再，这已经不行了吧？对，现在我扑一下，黑棋已经是接不归了。嗯，你提，然后我挤在这儿，这已经无法连回了，对，无法连回了。对，那这个在这个官子阶段出现这个失误啊，嗯，也可以说影响到了。这盘棋整个的胜负，因为这盘棋到最后也是小胜负，嗯，啊，小胜，对。那这个还比较受伤的啊。嗯，他实在是先交换了，他吃了，先打，然后再补回来。嗯。然后补回来白棋就，这时候不，白棋先冲，先冲。啊，然后再冲，是吗？然后对，再冲，挡住，挡住，这个时候再爬，对，然后走到这。而且这个爬之后呢，应该说也似乎在这一带有先手了。对，这个棋形上还是有毛病的啊。这个眼形的要点哈，对，这个爬目数上也很大，这黑棋都得单关连回了，都得单关连回，对，这都得补啊，太痛苦了。嗯，这个目数差别太大了。嗯，如果说不打这一下，白棋只能粘住的话，那黑棋可以挡在这儿收官，这我想大家都比较可以看得清楚了，这目数的差别。对，这差的好像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嗯，他现在被白棋爬到了，然后黑棋在下边，对，他就补棋，又补了，又走了几手，补了以后这个棋，但是这块已经损失了啊，损失太大了，这个目数亏的比较多，这个棋对又断了一下，对，啊，这个断也是补自己的弱，这个有可能有棋，如果不走的话被搬了，这里边有个打劫的棋。 那现在等于是白棋先手啊，走到上边这个大的最后的大官子，那周瑞阳在官子阶段呢可以说下得非常的出色，最后呢是以四分之一子呢战胜了陈耀烨九段，那在第一盘当中就获胜了。啊，最后才差四分之一。对，非常细的一盘棋。那这个地方真是，就是胜负的关键。周瑞阳呢，他在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这盘棋可以说比较出色，非常的冷静。那好，这盘棋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正在收看的是网络棋牌频道。